大家即将看到的是1000年前的100件高葬壕。啊！快看，这是什么神秘的墓葬仪式吗？这是在还原古代人类睡觉时的样子。据史料记载，他们平均每天睡眠8小时左右。那他们的寿命那么短，还要拿出1/3的时间来睡觉，太遗憾了。更遗憾的是，他们颈椎十分脆弱，睡觉时必须有枕头进行科学承托，否则。 还好他们当中有一小撮特别较真专业的人，采用核磁共振的古代技术，最终选出了这款人类护颈之光，为子孙后代保住了脖子。怪不得我们今天如此灵活。你知道吗？以前的人要么一动不动，要么一动就疼，但他们疼的时候，用这把枪打一打，就不疼了。 你成功的引起了我的注意。这款筋膜枪由古代好物测评师通过筋膜放松测试、振幅深度测试、电机稳定性测试，最终得以成为筋膜枪中的高赞枪王，被誉为古代人类智能放松的结晶，所以我们才会像现在这样。哪样？爷爷，那是什么？在很久很久以前呐。 那时候，人类还靠双手劳动，生活的历练让它暗淡、粗糙，长出皱纹，直到他们通过泡沫小球吸油纸对黏腻度、油润度和保湿度进行全面的测试，终于找到了高赞护手霜的真理。它的影响世代延续。 爷爷，你怎么了？爷爷，想爷爷的爷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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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爷爷。Everybody 举手，晃动，一起来，shopping guys。 高赞好物不注水，每天都在榜上飞。举手，晃动，一起来 ，Shopping guys， 植物人专业荟萃，每天都在选好物，跟着闭眼入，多少个夜晚都睡梦难入，千百度寻觅最佳角度，枕头舒服会发现新大陆，没时间也要放松牙 ，Keep me fit， 然后 push me 牙，来实验选个最亮眼的，勤劳的手指的最好的保护，Give me 专业态度，每个人都 say good， 更好生活。 我的样样我都在乎，谁的好物谁的瞩目，水到到迅速谷，万百万都向世界播出。别玩雕虫小技，都怪我太挑剔，头发太过顽皮，想要美丽太不容易，可 nobody 想放弃。跟着闭眼入，精致又挑剔，是新的shopping wave。选好物，慢点有钱也能酷，给你带路抛弃你的顽固，留时间干个测评呀。Give me good， 然后让我惊讶，无条件让我抄个作业，植物高赞好物帮他代替闭眼入。 高赞好物齐到位，每天都在榜上飞。高赞好物齐到位，每天都在榜上飞。高赞好物齐到位，每天都在榜上飞。高赞好物齐到位，每天都在榜上飞，都在榜上飞，哎。